对啊，台湾又没有什么赛车人口，对不对？啊，拍爽的啊，对啊，爽当片。然后导演是赛车手，问题是，对啊，他自己自嗨的有什么看不出屁用？什么东西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么惨，这么迷你，那、你怎么没有用那算 BB？啊，它什么不是有病？B mount 吗？你怎么自己加一个哦，V 啊，这 mount？个可以上稳定器啊，啊，不然这边都卡住啊，哦，这边冻掉哎，它转会挡打到啊，所以放在这边啊，对啊，就这些机身啊，要跟你玩了你是 PL 吗？还是 LPL？，PL 啊，这 PL 啊，LPL 没有啦它有，LPL 是另外一个 PL，那个是是，新的 PL，对它啊，好像那。是法兰距比较短嘛，还是什么的，哦，我那忘记了。是新型的，啊，可以装那个转换头啊，那个用不到了。用不现到。在，哎，现在好莱坞拍片，它也是还是，哎，这个还是用最多了啊。你，是啊，是啊。对啊，你那个什么有一个报道说，好像2023年，啊，我再传那个报道给你看，它还是用这一台十提名了十几个，然后还是用这个用最多。因为有钱就直接上这个了，不会再选其他的。对啊，有啊，它还有那个后继的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NLF 的啊，LF 是 large format，不是比较大台的。还有个什么，它可以拍 4K 的啊，它还有一个75是更大片幅没有65的，哦，的，是65G。六那个紫珠不卖了，对啊。那个紫珠不卖，对啊，它有出它的后继的，它被取代了，可是我拍还是下架好不好？干，嗯。